这个球打成三垒方向不太妙，三垒手克兰德接球之后策动双杀的好机会，结果是 double play。一下子形成了两人出局。对，我今天打到克兰德那边就非常不利，你跟他修比的总共最后。有黄长仁因为脚程也比较慢呢、啊，对，所以其他打击是很容易出现双杀的。我手上的记录哦，这已经是黄长恩呢在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所出现的第六支的双杀打，哇，那蛮多的。